In today's interview, I'm in Xiguodian village, which is right at the entrance to Shaolin Temple, just off the side. And it's here that Josh's teacher, Cui Zhong Wu, lives. So Cui Zhong Wu is the son of Cui Xiqi. He was one of the top 10 masters of Shaolin that revived Shaolin Kung Fu like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was responsible for returning Kung Fu to the temple. So today we're gonna spend some time with Cui Zhong Wu, and he's going to show a little bit of his kung fu and tell us a little bit about Shaolin. Nothing's changed. Everything's the same.叫双运钉，双运钉的骑行，他就当对方攻击了，哎，到，哦哦哦，双运钉骑行，他这个人，鹤的骑行，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It's the Big Dipper.
还有我特别想看，早一点，就是我们看一下，就这个动作，保全出身，保全出身，对，保全出身，不管他左，不管他右，是吧？嗯，他保全出身这条放手手，嗯，当对方你看见，不管是他在对方的哪个部位，嗯，然后告诉你，拉住你衣服的右，衣服的右边，左手捏，一定要捂着，嗯，从这里用出来，不需要摘，嗯，no。 一定要，yes。嗯嗯，明白。对，你要从这里这一走，这走了以后呢，这个肘部呀，不要这样。啊，yes。啊，OK。一定要，一定要不，对呀，那。嗯，yes。就在外面，你怎样做事，在里面还是在外面？那有别干例子吧？来，抓住我的拳，那样。 压，对，看刚才那个动作，走，真的吗？哦，你感觉对，这样有力。如果你搁在这里就没有力量，嗯，是不是？是是是，对。哦，对，这个肯定是横的，是吧？做得很好，一定要，嗯，这个就是对，嗯，对，很好，走。哦 ，no。 这个也是，嗯，这样也是，嗯，刚才做的这样弄，嗯，这样弄，嗯，然后回去的时候，哦，从下面好，现在明白了，明白了，嗯，啊，对，嗯，OK，压出来以后，然后为什么你做脚虚不是吗？做脚不叫虚不吗？嗯，你看啊。 拿回去，做虚不可以。嗯，对，然后可以再给你，明白吗？我给你先断上。如果你要是搁颈部不行，能不能自己站站住？自己重一次。哎，嗯，嗯，来，这就行。嗯，看没有？我操，这个是不是错误？ 我还是习惯那个筋骨，嗯，搁着就走。用过它是，它不错，这是这样，嗯嗯，够。对，这叫外三合是吧？嗯，这叫功夫，你的有功夫，我的也叫有功夫。啊，这是一合，先合住再说，你知道是什么叫合法？ 如果是要没有合法了，这是单开门，单开门，再合法的，就像两个门开了一个门，哦，开了一个门，明白吗？啊，属于组合，所以你看，嗯，一般你开始攻击对方的时候，你看，嗯，这叫属于组合，嗯，右手给左脚。 右手给左脚，这叫一合；右手给左踢，叫二合；嗯，右手给左胯，叫三合；叫外三合。听明白没？明白。对，可以了，这样子。第三个就是。对，手与组合，手与。 契合，简语，好，好，内三合是更抽象，外三合比较容易理解，内三合还是比较抽象的。那抽象的你得知道它的运用，嗯，心与意合，嗯，心，你心想到哪儿，你那个意思，你的大脑里面贯穿都是这，它打到哪里去？ 气与离合，你没有气就没有离，气能产生离，是不是？你心想的啥，你的离怎么去运用？这是咱祖先一代一代研究出来的。
就很简单，你不吃饭，你吃饭不是都吃到胃里吗？胃叫大力功，大力功它下降，你胃里面吃有东西，它就有力量，你吃越多越好的东西，它就有法力嘛。你说胃饿了，咱饿了三天，胃里面没有东西了，那来就厉害。